阿古尔堡应该是在他们阿古尔的市中心吧，因为刚来这里也不知道哪是哪。刚来到这个门口就觉得这个还是挺壮观的，很好看。也不知道是星期几，反正是人还是挺多的，当然了都是本地人啊。入口处还有一个安检，男的一对，女的一对。Everyone's pocket to be searched. To be searched.安检完了还要排队，这回是要验票。What's this?这里是一个运兵的通道，也可以在敌人攻进来的时候从上面进行打击，但是左看右看也不太像。但有一点，走在这里热得要命啊，连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。Thank you.
这一小段，希瑞就给热趴下了。这个建筑好像跟新德里那里的那个建筑是一样的，那个建筑是用于国王的演说用吧。这个的建筑风格像是穆斯林的建筑风格，也不知道印度教跟穆斯林他们的关系如何。这次来这里因为没有雇当地的导游，所以说呢只能跟着这个当地的游客这么转吧，也不知道哪是正门哪是侧门。Amazing about this Agra Fort 红堡，就是它完完全全是用石头做出来的，真是不简单。就连窗子上的窗框也是雕刻出来，用石头雕刻出来，一个一个小孔，真是 amazing。天气特别热，连本地人都要把头巾包在头上了。今儿也是热的走不动了。从这个红堡可以看到远处的塔吉马号，对他们的石头建筑非常感兴趣，印度人在那个年代真是了不起啊，盖了这么漂亮的宫殿。他们的所有的用建筑用材全部都是石头，我没有见到木头或者是金属来做这个建筑的，完完全全是用石头，所以非常的漂亮。远处就是塔吉马号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iPhone 14的 Zoom In 这个功能，性能还是挺好的。
Okay. 这远处又可以看到塔吉马号了。我还有一个发现，就是在印度城市的街道里面，好像通通都是男性，男性在做 business 啦什么的，反正很少见到女性。可是，在这些旅游地点的里面呢，却有很多的女性。过了一个宫殿又一个宫殿，还挺大的，好像比那个 Ocha 那边那个更大，建筑多，宫殿多，很不错。也可能是他们几代国王都住在这里吧，每一代都扩建一点，所以就大，越来越大。又回到了入口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此吧。